记者黄忠生台中报道，台中高美湿地景色绝美，被誉为一生至少必游一次，单月游客高达10万人次，停车压力日趋沉重。台中市政府在游客服务中心周边新辟两个停车场均已完工。建设局今天强调，市营运期间提供民众免费停车，自旅游旺季7月起将开始收费。建设局表示，高美第二停车场约8公顷，采分期开发方式，去年1月7日开工，同年12月27日验收，配合高美湿地交通管制措施，今年4月17日试营运，导引游客从停车场转乘至高美湿地，试营运期间免费停车，7月起正常收费。高美第二停车场有小客车463个，包含无障碍车位、低碳车位及亲子优先车位各10个，大客车51个，包含电动车专用车位1个，机车129个，内含无障碍车位3个， e-bike 停车格38个。工程采低密度开发及低冲击方式进行，并建置农夫市集、公厕等设施。此外，为友善利用当地环境，区内厕所以基地扰动最少、减少水泥设施方式设置，并融入周边环境，保留原有乔木。现的增值约312棵乔木，整体规划符合生态及自然，将成为台中首座森林接驳园区停车场。建设局长黄玉林说，高美游客服务中心旁第一及南侧第二停车场共可提供550个包含无障碍车位的小型车格、54个大型车格及210个机车等停车格。目前配合交通局交通管制期间，第二停车场免费停车，7月将开始收费，届时第一停车场也会同步收费。